女被他吻戏了，融化了，那费心了，怎么啦？他吻戏了，走了他滚，不要他了。啊，春晚，春晚，我可不要啊！你想他了，会不会做吻戏了呀？不会不会，不是做了吻戏了，就让他不说了我，就让江水填了我，就让雷电。见得多了，也就不怪了。小姐，听说那先生的当年我向你举过亲，真是不要的这种人，你先下船去吧。哎，众位不要误他们争吵。啊，尊严的亲，哈哈哈哈，老兄亲亲亲。哎，尊严的，你去过金城总司听说那里的风浪话到底和怎么样？哎呀呀呀呀，当今的金城虽是天王降伦不恩的将犯，恰是酒香灯红暖风熏人，更有那车徐红军美女之云，一旦自身万人相中，子红兄啊，我等只怕呀。
不知今夕何夕，流连忘返哪啊啊啊啊相公，玉丽，相公，哟，这孟兄，包夫人正是高兴多礼，万岁，你倒独给相公啊，相公包夫人。这是你兄王子龙啊，这是圣子君啊，我们三人一同上亲。哎，这兄，我先下官去吧。哼，玉丽，
从这梦都马上回来，怎么不管中与不中你都马上回来？这梦主啊，难道娘子心中于你？不，我连心你，只是你从沈子娟一同上京，实在听他说今生舍命。娘子放心，这梦岂为无慈悲同律和无啊。相公，有力，来。你可记得，小时候我们在江边看过一本戏吗？就是那本四仙女与白新郎的戏。记得当时你问我，大鹏哥哥。又长大了，你会不会做卫生了？你说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咋做了卫生了？水上大河遭了我，水上江水淹了我，水上雷电劈了我。相公，千岁千岁
见真情来风怪，正与这边安阳郡王妻，孟生今日大开眼界，真是真正有心，真正有心。哈哈哈哈哈！不巧不巧，丁香爷姓孟的王的孟进杰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，御请堂外公。老夫可要把你哟，天元命里放水陪我自渡，今日人为岂能不知，诺诺诺把你领你自己留下门房，下夜夜自己也不留意啊，成功听不断精心训斥，粉飞不履，难得啊，难得！哈哈哈哈哈！相爷慧眼识人，唐员工怎么能忍？就是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！是啊，今日可算是群英毕至，太叔诸位都是少年英俊，英俊少年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丁相爷，花厅举业几陪？好，只此殿院稍留片刻，只为先请花厅用宴，请，请。要得百夫之权，新的相爷已经他是叫我出卖，我的忙着也交涉。万有或离分，谁应红金相爷？渔夫，渔夫，放心好了，请，请。哎呀，相爷！相爷留下万分，不知如何先讲。天缘莫慌，不想慢慢走啊。不知天元贵此事，万圣是温州才是。好啊，温州乃是焚热之邦，素来多车才子，难怪天元一表身材满腹惊人，可与贵子了。蒙圣上之恩，岂愿将心鸟之前途？将心鸟之本渔民之乡，好地方。好地方，殿院此去，定能踏穿洪都，前程无量。哎，是人啦，前程无量，无量前程啊！唐员工，今日相爷分外开心，你要喜当加喜了。相府千金名。太子贵重心气高，
来啊，今日你家门就将这知道，唐员工你伤心来都有了啊，唐员工快不快快快去有无大人相爷，孟相爷不求你三国恩德，这是我家中已有七十不管聪明。哦哦，哎，不光是不光是不防日，遇到日衣服穿去了，要问新的房子置上了，要挑好的。不知怎么奸计阴事，你只得收尾。唐员工，你那么聪明的人，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？不知怎么奸计阴事，果算是自责。算儿修身之女，始终不渝，更是严责。啊哈哈哈哈！天怨之蛙，也欲逃离。算儿这事情已不知其二。莫今世上夫一交贵一妻，公卿将相也司空见惯，既生草绿也就算不得什么他事了。相爷，旁人作为万圣不管王家之命，这个万圣之妻却是万万不可以的。嗯，相爷，王熙家名字取都是王天之女，不他们家慈贤郎，一子母亲在为平替人唱，立下臣子来大元唱，黎明初登龙凤榜，沾沾今日岂能忘，想念你几多阳情，草刚长万分初心明是老夫也难勉强，用你三次再做平和。相爷，相爷快快有请啊！相爷，相爷。张员工，我真是不明白你呀，大贼想不告诉他你欠债满足收下，平分不到偷香，自己的高堂夫妻不下子，难杀自己去冰箱里曾经天亮不淹他地位，招他回去，他都被去重算假子来了。
只听他粗嚷自呼，就是此劝傲不逊，怎与貌见风，也不是死哦，张狂呢？哎，是啥事啊？你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天有多高，地狱多厚。此事倒也一时反掌，这是他为蛇神拼菜花，百里挑一。叫老夫来杀这门妻子，相爷只要本事上功，现在叫他需要妻子。哦，我有一个主意，什么？放在回门之时，有个镜子叫生日卷的，可还记得？倒还有点记得。此生逢张炳炳，不顾奢华，倒还成儿。他的相爷可真的是。忠心耿耿，放在完整上历代一文请相爷。废话少说，快讲正事。相爷，那宋子杰也是万岁人士，听说正向王德鹏知趣举亲，而正方来去与见之。如来如此，好吧，此事就由你看他判吧。但愿这个曾子权能接老夫一门可信的礼盒。下跪请二位，请礼二位。慢，此生之间将王德谋好生安慰，不等他离开京城官府。
伯伯，你有没有吃早饭？哼，明明过年晚宴，夫人去世不该。冬梅，快上去买些点心来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你到哪里去呀？我去亲家母送饭去。哼，吃不米饭非饭干，饭干的米饭我要占有你。哎呀，亲生，他去给予何方？谁教他生个儿子是吃了狗？哎呀，常言道，妻老难妻小，从出生能等妻女啊。哦，嘿。王子凤手端丈夫的黄金银，手吊在脖子舞打那个帽，那老大伯面上无不祥，金银子定难封那个嫂，月脸的八字我八姑，我的心他要开。有眼无知的老糊涂，可把那女当真吧，哎呀，可把那女当真啊，把当真吧。母亲，你不要生了。我偏要生。母亲，王世凤长心高尚得是，怎么完美有一点隐形？嗯，他这个不管忠与不忠，都会马上回来的。我今世道到底是多了高官一万七吧，你无亏他不走，你苦他终了，你更苦。亲家母，这娃可不能这样这样，不这样子那怎么这样？你倒想想，世上哪有要把嫁出去的女儿养到老的，哪与伯伯到媳妇娘家大碗掏地。母亲，你伯伯他问我再回来的，你有气大我骂我都可以，与伯伯无关。好一个小凤的小孩姑娘呀，你太过分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母亲，一直路过大娘，伯伯不要放在心上。伯伯，你要到哪里去？就算我死结的，我也要离开这里。伯伯，你不能去，不要去，我不放你去。你要去，两人分，到娘家一句冷言两。
娘家来才知道我是亲生男爱亲我三丈两断，这天大地在何罪？我最好啊，伯伯，苍天，你万事保佑这伯早日回来吧，伯伯。还与侬姥姥眼里好，再把疼心。
几招。来来来，堂堂阔把无锡举，亲朋好友都请到，三位端坐你亲家阿母啊，我列金簪得把幸运的呀。我只先去弄点早饭，去亲家母亲。妹妹，妹妹，冬梅啊，什么好酒好菜端出来？弟弟，别外面有年晚年，夸你，夸你。飞向春从庭上飞，怎么？飞向要招他为女婿啊？昔日定恨贪爱我，有子是鬼归不得，凡子亲思气别，别什么？别有什么？哎呀，亲家母肚子饿了，有话去做早饭去。不要叫了。
不要叫了。我去。这王子梦修了灵哎，分相公啊，你也知道这件事啊。哎呀，王子梦实在向父亲中家喻户晓，这是他的家属万子母带回来的。嗨，早晓得王子梦个小子这么良心，当初小生也想努力求亲。妈妈，你可是一颗大银的哟！哪子啊，这瓜老头子动牛脸不知好歹。刁真今日儿徒登门向牛脸求婚，今有明知不可孝敬妈妈，还有警察一带作为评理。有警察，妈妈，请款。对警察，我来是王进国堂。哎呀，孙相公啊，你真是多情之人，这么亲自啊，我答应啊，只是要我大门亲上的消息一摆。起来！妈妈，令儿真心哽咽，这怕不肯答应这门婚事啊。此事不能胜仗，若是走来终生，娘有连到手，那就麻烦了。一切听从妈妈安排。这里由不得文字，明日一早花轿得人。好，明天一早花轿得人。
的伯伯天真混，风雨中我自己身，谁道你苦叹你祖宗家教怎么我恰不了来为梦去，宁波
繁星今天是不宁家不
夜夜残月盘孤啊，我们进去。老叫花子，不准进这同阳府内。岂有此理！你听着，我这个老叫花子不是别人，是长远的娘。哦，是老夫人来了，给我进去通报。好啊，才当了两天官，家子发的倒不小啊。冬梅，把你头上的小带取下来进屋。我这是叫小弟带小女。我是想不让这个没良心的困姐。哦，小弟。我今天比当时这小畜生不服，母亲来了。母亲在哪里？母亲在哪里？三宝。你这小畜生，一介小畜生，奴门下，你背信弃义。金门的范儿，你自己心中明白，孩儿不明。你母亲，孩儿上做了错事，失亲之后就是当时我也无怨无恨。哦，你听清楚了，你写的好一封家书。家书？那封家书由不得呀。你顽强者，把家书背一遍。母亲，背。是。高中状元沈光龙，取罪鸟尊遣潘夫。真相卷宗林则贼，几日进城贪内讧，有子是鬼鬼不得。母亲，孩儿莫背得可得呀。下面还有一句呢，王子清死去的家上京都，不得，是死去的家上京都。母亲，孩儿写的是要他告别家里的家子，你明明写的是要他别家他人的家子。母亲，是别家，是别家。大呀，母亲此子开不得玩笑。哼，谁跟你开玩笑？
你写的哪里是假书，分明是实书。别讲，哎呀，母亲，你一个力量不的苏醒，不知道嘞，你们原来在相国，哎呀，母亲，儿子是想不到今生为孤身一人在此。母亲，若连接到这封死信，定是伤心万分，羞愧。母亲，若连为我不与你们同来，若连他，他本来想和我们一道上去。岳母操劳，后续岳烈必死。啊，这场景山高路远，岳烈杀天将去，怎能赢得？哎呀，母亲，你年满身都来了，难道岳烈他你去劝去？五爷，这老爷杀不得将军，就是明年春天再来。是，岳母亲为将领，他家母亲。看他儿子任何情况，莫非家中真有变故？母亲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，我是他的小弟头家，是他姑爷，是他单纯心机。君，冬梅，你口中年年有词，是什么金子？金子啊，没有没有。明日听见外国敌来讲什么金子啊？啊，对对，是一个金子，是金子的金，是黄金发亮的金，啊，是金城的金。呸，夸奖着娃。行啊，老夫人，姑爷别忘我。哎呀，母亲，儿子因私情定亲，望母亲见谅，心中定义别故，望母亲赦命真情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夫人，我不能说。哎呀，母亲，你快讲啊，母亲，哎，把子，母亲，这是些何人在想？这，哎呀，母亲，你咋这不讲不明白，孩儿就掌柜不起了。哎呀，你的死心一刀，家中人出了大事，我莫你继续如怎么样？随便你家境三五元。哎呀，母亲。母亲他懂也不懂，你去宁死不懂，他是哎呀老夫人你不能杀，要你赎罪，母亲你快讲啊，母亲老夫人，你去老夫人，老夫人你去宁死不懂，他对将死了什么，你去得将死了。哎呀，
Yeah.
个给了死心的人，害得我们一家。母亲，那封书信我是托沈世娟带回家的，莫非是他？这沈世娟一肚子话噻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皱眉的话有理呀、啊。见过曹员公，吏部问是非次，命你即刻去广东朝阳，长城不得辩护。知道了。太乙醒，死。二郎，你心中是神，到江西鸟嘴上人，怎么到广东朝阳去了？江西鸟嘴乃鱼米之乡，广东朝阳恰是阴葬之地，母亲就相信我不肯作对，将我调至广东江西鸟嘴，给派王世荣往前锋去的。啊，阴葬之地多兵多贼，那卷相分明是要你有去无回呀。母亲，孩儿在违抗礼部之命，母亲就想去看，请你放过。为今我连胜勇，孩儿我这得人下，这可喜礼，我连谢谢小姐。大喜大喜！喜的。
将必亲不争，举国争吵为家争亲，令他的计长等去了。去旁庙梁带我素心到江西庙去拜问小妻，却不算嘞，这几日也给为累了。弟弟，因为女儿真是操开了心，请上随女儿一拜。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女儿，你可要当心正气呀！不妨啊，女儿我此刻觉得身上的病都好了。剪刀好了，老大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女儿呀，在我心思尽在大，你放心，他要送上万大红旗。女儿真你，小弟，为雷了，来来来，到江西要走了，到了，可曾见到姑爷？没有，可曾认识金牙？没有，可曾带书回来？也没有，哪里出去做了后事？元素带去，元素带回，这巧为何？老爷，蒙命了弟弟，这件小房挂满灯，这内小生出生，臣不好生陪父亲，命今让西塔王亲判。这王亲判怎么样？一堂从兵一送礼，一送礼。苗亮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问明白了？明明白白。老爷，过晚到府衙查问，他们说这位妾判是姓王，实问真正，实进口得功，也是刚刚长城，是重病死了。哎呦，老爷啊！夫人请出来。哎，玉香，小姐可知他是金王族？是啊是啊，小姐她可开心嘞，正在府上当饭，我快请伊上你。
好好好，你去好好管子小军，千万不要让他到这里来。哎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叫你去你就去，少做贼。是，负责老爷与亲，累了累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老爷，老爷唤我，莫非苗亮从鸟堆回来了？正是苗亮回来了，带来了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带来音讯，叫声通信。你是什么？那王泽梦，他刀声不去，就在鸟子平谷了。那是从何而起呀？哎呀，我的姑娘！请神，请神，主神。若连他天上不平，只怕谁也精神不去了。我们要设法瞒过他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若连知道的。小弟，你到哪里去呀、啊？小弟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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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，女儿自比心痒糊涂。女儿，你这里什么傻啊？你刚刚完生，身上的病全都好了。不呀不呀，女儿，你一定要好好养养身子。恭喜恭喜，原来这不要到江西去看姑爷的吗？是啊是啊。女儿，女儿，你
一杯酒，你和女儿先到相望歇歇，我和等兄叙谈片刻。老爷请进。想不到千年兄竟属于这么一个四花四牛的千金，团在歇歇，这是甚至有些虚了。等兄欲说不知，小女生死困苦，一直体察不平。冒昧动人，你爱哭成婚配，他曾遭变故，已不言再见。哎呀，锦兄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我才年孩子的，竟是悠悠所知，煞风喜事，舍不得能得配姐。说的也是。这是小女身心倔强，年纪轻轻哪有碎花做甚之礼，贤兄等某再来替臣做媒，今日愿听你来做吧。我太郎虽是先生接案王太岁，接案王太岁，是啊，这王太岁哟。前向你无辜，他托生将西江赴，今日旁人人路过不知，我陪他将心铁郎阿弥陀佛，和你爱千里有缘心相偎，这一人的美一刀，这棵树枝，这棵树枝，贤兄，这张凳
你不肯领爱，那你当你我何必去为一位王太子令他操夫操过心一心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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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他说的这个叫俺王太守倒真是不错。弟弟，女儿原是王上卿终身不嫁。哎呀，女儿，我知你身穿不防王之风，这是自告不念，屈则屈也，甚者则之万丈。听说这个王太守少年英俊，女儿不妨一见。女儿不见，是许这对女儿名体有因。弟弟，弟弟疼爱儿心甚关，只是经他之门终身不忘，女儿正在天里下子愿。什么子愿？只要在家子弟色动西城啊。女儿，老爷，女儿不愿，你就不要勉强她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不管是去吧，弟弟。王太守，请。陈大人，请。蒙大人宽顾，奉来将心之大赞，下官这下拜见。王太子，我看你呀，万岁再给我一杯，再行我一谢哟。这恰为王太子你的喜事来了。万圣正造句便众圣不屈。哎呀，这位小姐，法理条件皆不可得，太岁不妨一见我。下官不见。难道老夫子也不理？大人令我万圣官人，这是金叉之门众圣不忘，下官曾对天立下誓愿。哦，什么誓愿？杀妖再去，此非杀众西城。哎呀，你王大人，此内道，请大人一讲。啊，请。等大人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阿弥陀佛。
姐姐，欧家的小姐，什么？他？
人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秦大人哪能这就去，这就去哟、哦！哎，王太太，哎，王太太，妈，妈呀！哎，你放上怎么轮到你了？哎，放上到底和你做啥的？很久啊，王太太，真是王太太。相貌倒是十分相近啊！哎呀，小弟，你们不快去告密问个清楚？真相明明，只怕认错是不得。哎呀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的。好歹，女儿，你放这句婚冰上模样，原来是云香在这里与你领走红囊。不，弟弟，此事与云香无关。说的女儿在殿前危急亡命，遇见那九位王太岁。哦，其实他与当时的亲太太，他怎么样？他好像我那夫君王泽公。王泽公，女儿，我看你是思念不争，眼睛宽花，病不足了。母亲。老爷，女儿之娃是配有因，这话像是当听当听吗？是否当听？要是不争闹这小娃，叫老夫则与王太师是否同朝会官啊？弟弟，女儿这里有金叉一枚，那是当年夫君的聘礼，不妨引着清真大人与王太师前来赴宴，当场抽金叉，这就一清二楚了。女儿此去很好，好吧，贵母一力就此谢弟弟，贵母去吧。啊啊啊
我在事业上的地方，邓大人，你我夸嘴夸嘴啊！哎，王太师，王太师，大人，王太师啊！这是真心啊，我一命八神二八金，等一回呀、啊，我还要杀杀去封上蒙洞，叫他们接接风，接天爬到马郎洞。王太师，王太师，王太师。夫人，也请自备一刀，一辆八色长弓，前往王将军。弟弟，这里为王将军当宴请。女儿我想来想去不自当身，就是为夫早已想到，诺，这辆相夫就定在旁将一回，你们母女长生出来，既不如圣婴，愿宽得清，听得明。多谢弟弟想得最早。女儿，我在定来问他必须，那王太师上是命夫，你有时候告诉于我。弟弟，今日乃是元宵佳节，此次雨阵，女儿听到为娃带头，就点起花灯，大灯一举，举点一盏，对，小时间都大白呢。那就把上上下下里里娃娃，圆圆净净的花灯，统统点亮，高高挂起。好，此次为母先走一步，你们随后去来。好的痛快哟。
娶不太女儿的婚事了，即刻去办，即刻去办。疼他疼，哦，说哥，你在江心子里要为小女做媒，不知 这件事嘛，哎呀，不疼啊，是不疼。为何不疼？哎，苦恼他。傲慢心，得请法子去婚姻。这什么子弟才同西方城，要他得去是看不成。哎呀，钱大人，事情不能这样的话。天发自愿，我不管高攀做大人。哎呀，邓大人，你这老方子女儿都方便，不在地下就是。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喝醉了就醉，喝醉。哎呀，早不得。鞠躬，大伯将真情说明白，谁话为少才会懂？我要嫂子用香，太爷。见夫人，哎呀，老身万里，哎呀，老爷，望他岁，慈母妈来相陪，他岁半子后方同乡同命又同邦，往年兄不应死于兵。滚滚江涛涨他身，你们嫂子们在江岸死的，你们嫂子们在江岸死的，王太君，你早年不起。本是眷村。
做了位新郎。虽然大火烧了我，虽然江水淹了我，虽然雷电劈了我。